Yeah.键盘操作。这样可以跳跃。自己看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讯息。使用道具侦查锁定，太神了吧！竟然可以跳跃哦，跳跃放在 F 键到底怎么操作？没看试玩，我就直接等正式版了。我现在不太喜欢试玩版的游戏。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改诶。好，就不用调正常就对了。爆雷仔啊，那肯定是不能爆雷的。来看看啊，这一下有职业可以选啊。流浪骑士、盗贼、关心者、大预言家、武士、囚犯、密使。哎呦，还有野蛮人哦！不可能每次都要玩野蛮人吧？看一下野蛮人有什么能力。有野蛮人，还有送东西耶！神奇的壶，煮熟的虾子，黄金种子可以强化圣杯耶。先原汁原味玩玩看。年轻啊，年轻一点好。龙的长相。走这个道士的长相好了，武器是只有这一根是不是？武器好像就是这一根欸，大棒锤啊，走起来，大棒锤。漂亮啊！这个系列就是只要有棒槌，什么都敲得死。The fallen. 你捏脚捏了15分钟，捏脚有什么好捏的？到时候装备穿一穿，全都是铠甲。